端午节的两天前，鄱阳湖在干涸见底的湖中心仅存的一条河沟里，一群人正推着一条龙舟缓缓前行。他们要以这样的方式迎接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仪式。不是划龙舟，是推龙舟。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今年六月初的鄱阳湖的湖中心。那个时候的鄱阳湖早已经不能称之为湖了。自今年一月份以来，这个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遭遇到了一场罕见的60年一遇的大春旱。当时的水域面积只是相当于去年同期的1/10，创下了有卫星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小的水面。那古人诗歌当中那个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鄱阳湖的美景，在当时早已经成为一片草原风光了。在鄱阳湖的湖中心有一个叫做南山的小岛，那里的居民又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仪式——端午节划龙舟。对于那里的居民来说，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划龙舟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尽管今年遇到了罕见的大旱，没有水了，龙舟划不动了，但是人们还是决定，即使是人拉，也要像往年一样让龙舟走起来。6月4日，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了。万家头村的老人们又一次召开了会议，大家要讨论的还是那件火烧眉毛的大事儿，今年的龙舟该怎么划。差不多了，有不有都不了解，我就要你交给他送进我的路，然后一说交给你跟电视上有礼貌从五月下旬开始，这样的会议老人们已经开过6次了，这在往年从来没有过。恭喜龙人嘛，啊，人人嘛，见风而光啊！人家注意中心光啊！大姐，长这么是冤呐！和往年一样的是，这天万家头村的龙舟又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按照传统，在端午节两天前，万家头村的村民们都要举行一个龙舟试船仪式，为马上到来的庆典造势。种了怎么到？这样我种了怎么到？万开宇，万家头村的族长。3公分呢，就3公分。这天，万开宇又来到了村里仅存的那条河边。尽管几天前下了一场小雨，但水位还是远远低于万开宇的期待。4月份以前呢，就担心这个事。我们各个气象台就不讲了，在今年是干和年景噻，要到8月份才有雨噻，就这个意思。我们就有些担心。万家头村位于鄱阳湖中心一个叫南山岛的小岛上。往年春夏之交，鄱阳湖进入丰水期，这条连接岛内外的公路会沉入湖底5-6米深处，进出岛得坐1.5小时的轮渡。而今年5月开始，大旱导致湖底干涸，甚至地处鄱阳湖中心、原本湖水最为丰裕的南山岛，汽车都可以直接开上岛去。出现在新闻里的南山岛变成了一片草原景象，还有废弃的渔船、旱死的鱼虾。对于大多数靠捕鱼为生的当地人来说，
这场持续了几个月的大旱使鱼虾错过了繁殖的季节，而三个月后又将是鄱阳湖的枯水季节。这也就意味着村民们不仅今年没了收入，来年的收成都可能受到影响。等下雨，等湖水涨起来，是大部分村民如今唯一可以做的事。而对组长万开宇来说，旱灾带来的损失他已无暇顾及。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天公能否作美，马上下一场迟来的大雨，那样两天后的端午节，龙舟或许还可以像往年一样绕岛一圈。都要包雨，有时就要整个岛上都要搞，都要做一轮，不把风带雨来。好多老人家他今年农药搬了哈，可没有西化了，跟他后山搞完地都要离个了，都要讲个了。我没有想过，可能这个划龙舟就不办了。这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是。万家祠堂，据万家头村的老人说，有几百年历史。这里供奉着南山岛仅有的四尊神像。每年端午节，这四尊神像会被送到龙舟上，从祠堂门口的河港出发，从早上八点到傍晚，经过岛上的九个村庄，接受全岛村民们的祭拜祈福。据村里老人说，这个传统除了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度中断，几百年来风雨不改。老人们还曾听祖辈说起，在100多年前，南山岛也曾遭遇过大旱，当时万家头村的祖先在还有点水的地方用绳子拉，坚持拉着龙舟走完了全程。关于这个传统的渊源，村民们也并不十分清楚，只不过村里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古代有24条龙舟分布在全国24个地方，万家头村正是其一。我们都是四眷，小四眷，我们娘也个求啊，那个保佑我们呢、啊、保佑我们把收了挖了就可以保佑了。对，我们这里就是这种习俗，没有办法的。我们又不是搞什么比龙舟比赛，我们就是要发平安船。我们发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村庄啊就安全了，特别是后生后年轻人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了。尽管在万家头村端午节划龙舟这个传统的真正由来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但他们一代代的把这个仪式复制并延续了下来，就像他们一代代的必须要面对变化无常的气候一样。事实上，除了今年特大的旱灾，处在鄱阳湖中心的南山岛在以往也遇到了不少的自然灾害。让村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是1998年当时长江特大洪灾，鄱阳湖的水位一夜之间暴涨，睡梦中的居民们纷纷登上岛的高处才幸运地逃过一劫。另外一次是2008年，当时南方闹冰雪灾害，那整个南山岛四周都被冰封起来，与外界彻底的隔绝了，那村民们愣是用铲车在冰上开出一条道路来。在这样一个靠天吃饭的小岛上，每年五月来临的汛期就成为一年当中最关键的时刻，而汛期间的端午节也就自然地成为当地人们一年里除了过年之外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当地的人们都相信，在端午节这一天只要划了龙舟就能够保佑风调雨顺、家园平安。那和这个比较起来，到底有没有水、龙舟到底能够走多远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遇到了大旱，但经过村里老人们的再三商议，端午前两天的试船仪式还是照常进行。不过和往年不同，这回是推着龙舟在南山岛仅存的那条河沟里走上两个来回，好让整个南山岛的人都知道，
就算没水，一年里最重要的仪式划龙舟届时仍会举行。我希望国家呢，咱们国家要不要发达，打几个钢鱼蛋就好了，打几个特别大的钢鱼蛋呢，把我们牛儿还你的时候，那钢筋的50毫米、60毫米以来。哦。55岁的万少贵当了40多年的渔民，今年大旱，他不得不过了一段清闲的日子。不过每隔半个月，万少贵还是要和妻子到岛周围去转转，找一些残留的小水塘，看看还有没有活下来的鱼可以捞。万少贵说，运气好的话，有时能捞到几条，加上自家一亩菜地，即使半年多没有收入，日子也还过得去。我老婆经常骂我了，就是你捞过不饿死就要的了是吧。其他人像你这样想吗？这跟我也不知道，个人的想法了是吧。钱是身外之物，就是心了是吧。但是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多赚钱是吧，但是赚不到地方也没办法了是吧。该点针了妈，还有不来了。沿路走的路，我那个茅屋时候，那个瓦房啊烧得精光，关着门烧的嘞，人家好多都以为他是湖南的咯，以为他不会在这里。万少贵说，98年的洪水，今年的旱灾，都不算他所经历过的最难熬的日子。当年他刚成家的时候，房子被一场大火烧掉，自己又没什么钱，那时候他以为刚过门的媳妇也会没了。原来盖下来的，是。都是原来建出来的，原来就是来回家盖个老房子。他叫反话了，他不知道，他不爱我就急着不跑掉了是吧。万少贵的妻子1987年嫁到这里，那时候村里还比较穷。万少贵的妻子说，自己也曾想过离开这个小岛，但因为丈夫老实善良，夫妻俩感情很好，于是就一直留了下来。大概有些，哎，这边上的水果好，水果好红的哦，水果好。这里是南山了。南极乡了，在济山了，这下子好清楚。这鄱阳湖不晓得了，鄱阳湖了是吧？不知道。在去年买的这张新版江西省地图上，万少贵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家所在的南极乡南山岛被标注了出来。你到了吴东干了，到山上呢，在我们这个南极乡啊，再搞一个5-6尺水啊，就跟台湾岛一样的，九九一都是水了，一片汪洋了。这一座山呢，不跟台湾岛一样啊。万少贵对于台湾的认知来自于电视，还有家里的地图。除了江西省地图，他家的墙壁上还贴着中国地图，还有世界地图。地图上的地方，万少贵去过的寥寥无几。仅有的一次外出打工经历，是20岁刚出头，去县城收了半年废品，之后就一直留在村里打鱼。万少贵说，在他心里，南山岛就是一个宝岛。这里有龙虾，有那个鱼，有那个藜蒿，有田螺，只要我们这个风流不修干，风流雨性，我们这个岛屿还算很好的。尽管久旱未雨，但在万少贵看来，只要能下几场雨，自己生活了55年的家就是最美的地方。这里风景好，现在这个树了都那个了，都溜溜的了，草就都是溜溜的了是吧。这里是到了下半年也好了，可以有天鹅岸了，都看得到了。端午节前一天，在村子的祠堂里，
万家头村的老人开了划龙舟前的最后一次会议。要讲话，我现在话走，今年夏天叫几个老人家就加个各个帮众通知去，过了就到你个，你转到过，过了就到他们家转到大河，这边过几个大地，个大个话我讲个也不好，可是我个当大了五年嘛。老人们最终决定，如果实在没水，今年的端午节龙舟干脆就像前一天的试船仪式那样，只在整个南山岛仅存的那条两里长不到一米深的水沟里象征性的推上两个来回。而这个结果还得经过一道问神仪式。按照规定，两木块必须被扔到相同的一面，才意味着得到神像的同意。连续七次，结果总算通过。没什么事就上上网了，看看新闻呢，看什么时候来水了，三峡放水没放水了，会来一点水了。最近嘛，划龙船不用推了，也就这样想着了。但水不能来不了啊，也没办法，只有推了。张进军27岁，按万家头村的传统，端午节那天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都要参加划龙舟。我觉得就像是跟这个干旱抗衡一样，就算没水我也得划你，哪怕是泥巴我也划。张进军的父亲划了20多年龙舟，直到3年前因为年纪大身体不行才退了下来。我都跟我爸乘船划过。是吗？你想划的吧？因为爸爸划累了，应该儿子应该也顶上。那个时候我爸很壮。现在老了。张进军不仅接替父亲参加划龙舟，他也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出去打鱼他就是掌舵的。去年我跟我爸碰到大风暴，你跟我叫我爸说你不要划船，我那个真的那次真的很危险，船都快进水了，船上的笼子是堆满了的。我那时候穿那个救生衣，就像电视里面演的一样，就是我舍不得你，你舍不得我。耶、yeah ！我也给你对照一个。张文英，张建军的姐姐，在北京打工。端午节前两天，张文英特地赶回了南山岛。网上我都看到。哦，你在网上看。对啊。鄱阳湖那个水都干了，那个船。那你回来之前不会觉得应该今年我？没关系，他不划我也要回来的那种。过节嘛，别的地方肯定没有这样。像我们这个越穷的地方，越有这种气氛。这肯定不行，因为我跟他们说我去上海了，我这次都跑上去了，辛苦了。要不然平常穿的不像是这样子哦。我给他订做的。哦，这裤子不是。平常穿得很破旧的，挺烦人的。我有时候每次叫他们穿新一点，我就跟他说，穿好一点过节啊。小时候他不给我买，我跟他买，现在长大了。张文英说，端午节对于自己，这个节日还有种特殊的意义。我每次为这个事还老说呢，人家过端午节过什么节日，爸妈给买新衣服新鞋子，我们没有。我记得我长很大的时候应该懂事了吧，我好像我爸给了我25块钱吧，好像我去我们镇上面买了一条裙子是15块钱，我之前还没等过端午节我就穿好了，然后过节还是穿那件衣服。我就是这样才说出去打工。因为什么？就是有那个好像不管有一种好像觉得挺羡慕的，别人有新衣服有什么的，你没有能力，爸妈没能力，必须自己要学会出去赚钱。送给亲戚，送给我叔叔家，我回来了嘛，要送的。17岁时，张文英就离开了南山岛。他在广州卖过房子，开过小卖部，现在在北京卖减肥保健品。丈夫和孩子则在岛外的一个镇上生活。
这是张文英去年端午节回来时在轮渡上拍下的南山岛。而这是今年他在公路上拍到的南山岛。每年回家，张文英都会拍下南山岛的不同景象。他说这些在城里是看不到了。不过对于张文英来说，这样的景象也许会和每年端午的划龙舟仪式一样，慢慢会变成一种记忆。他打算明年存够了钱，就把孩子带到北京读书。他说这样孩子才能接受好的教育。家里年轻的都基本上都出去了，你像我年轻，我是在家里待也待不下去，一个人，所以说也干脆也出去跟他们一起去出去闯一闯看一看，总得了解世界了，是吧？了解这个整个中国的怎么样了，发展的怎么样了，是吧？以后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家跟他们跟那个地方比一下，那再跟家里比一下，是吧？九年前，当时18岁的张建军也曾经离开南山岛到外面打过工，闯荡了4年，张建军又回到了岛上。他说打工总是受人约束，不如自己给自己干。赚这种钱很辛苦哈。在干旱的这大半年里，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都靠打牌聊天打发等水的日子，但张建军没有闲着。去年年底，他找亲戚借了2万块钱，买下了这辆农用卡车，没水的时候就靠这车拉沙子补贴家用，从家门口拉到邻近的村子，一趟赚40块钱。张建军说自己最喜欢开着这辆农用卡车，在鄱阳湖的枯水季节和几个朋友去村子附近的泥巴地里玩漂移。那个急刹车了，那就那样飘的。开始你是看到前面，然后你就直接看到后面来了，是吧？尽管玩漂移很爽，但为了省油钱，张建军一般只在给岛上建房子的人家运泥巴的时候才玩。今年没了收入，建房子的人少了，张建军的活也就少了。他打算过完端午节再次出去，到邻近的九江市找份开车的工作。6月6日，端午节，这天一大早，终于下起了大雨。早上6点钟左右，村民陆陆续续赶到万家祠堂门前，停靠着龙舟的水域祭神。每家每户都会带上一根竹子，按照村里人的说法，把竹子插在龙舟的船头，就算是许愿祈福了。这个端午节，不少村民们许下了相同的愿望，祈求再多下几场大雨。下了一会儿雨就停了，龙舟倒是能划了，不过还是只能在村口划上2里路，没法去到岛上别的村庄。邻村的一些村民特地来到了对岸，等待龙舟的经过。在划龙舟的过程中，村民们唱起了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祈福歌。村里的老人说，歌曲唱的是古代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端午节扎一条龙舟绕着南山岛走上一圈，这个岛就能风调雨顺，
人人平安了。这天一连下了三场雨，村民们说这是今年以来雨水最充足的一天。将军须向东瞄啊。端午节后第二天，水缸涨了一尺，村民们就赶紧去湖里打鱼了。安静了半年多的万家头村河口第一次热闹了起来。万少贵和妻子这天凌晨五点就出了家门，花五个多小时打到十几斤鱼，卖给鱼贩子，赚了三四十块钱。这也是万少贵这半年来的第一笔收入。在一场迟来的大雨当中，南山岛的居民们终于完成了一年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仪式。而六月份的四轮强降雨也使鄱阳湖的水体面积恢复到了往年的平均值，但是这场大旱造成的影响并没有马上消除。每年的六月二十号都是鄱阳湖开湖捕鱼的日子，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却说，由于持续几个月的大旱，使鱼虾错过了繁殖季节，至少到现在很难捕上鱼来。而不管是出去还是留下，对于南山岛的居民来说，生活的逻辑很简单，就像划龙舟，有水了就。